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Hello, welcome to SyS Mandarin. 今天我们会看卡通，学中文。今天我们还会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then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future videos. 好，谢谢。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Now, let's get started. 今天我们还是看第一集，小鸽子。第一集，集 means episode. 第一集 ,the first episode, 小鸽子。好，那现在我来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瞧，小鸽子回来了。啊？瞧，小鸽子回来了。瞧，小鸽子回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瞧。瞧就是看 ,take a look。瞧，好，那 compared with 看，瞧 sounds less formal。瞧，好，我们可以说瞧一瞧，瞧一瞧，瞧瞧，瞧瞧，瞧一瞧 ，and 瞧瞧 ，they make the tone softer. For example, I can say, 你瞧，那件衣服真漂亮。你瞧，那件衣服真漂亮。You see, that dress is really beautiful. 你瞧，那件衣服真漂亮。我也可以说，你瞧瞧，那件衣服真漂亮。或者，你瞧一瞧，那件衣服真漂亮。瞧，小鸽子回来了。小鸽子回来了。好，回来就是 come back。好，瞧，小鸽子回来了。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好，不是，是 ，or 我们也可以说不是，而是。不是，是。好，那我可以说。今天不是星期六，是星期天。今天不是星期六，是星期天。Today is not Saturday, it's Sunday. 今天不是星期六，是星期天。我也可以说，今天不是星期六，而是星期天。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小 means small, 大就是 big。好，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哦，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吧。哦，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吧。哦，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大概就是 perhaps, maybe, 大概。大概，好，那我可以说，他看起来大概二十岁。他看起来大概二十岁。He looks about 20 years old. 他看起来大概二十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看起来。看起来就是 look like。看起来二十岁。岁就是 years old。二十岁 ,20 years old。好，他看起来大概二十岁。哦，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吧。好，小鸽子的姐姐 ,older sister。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好嘞。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好，我们来看一下。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快就是 quick。跟上他，跟上。跟上就是 keep up with。跟上。好，跟上他。好，他就是大鸽子。我们快跟上他。跟上，跟上。我们快点跑，跟上他，
我们快点跑，跟上它。好，那快点就是 quicker， 跑 to run， 跟上它 to keep up with him。好，爸爸，我们快跟上它，准能找到小鸽子。好，这个准就是 certainly， surely， 就是一定。准，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问他吧，他准知道。你们问他吧，他准知道。You can ask him, he certainly knows. 你们问他吧，他准知道。他准知道就是他一定知道。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一定能找到小鸽子。找到，这个到 is a complement after the verb 找， it indicates the result to find。 好，请问你们找谁呀？请问你们找谁呀？请问你们找谁呀？好，请问就是 may I ask， excuse me， 请问啊，我们找小鸽子。我们找小鸽子，我们找小鸽子。哦，请进吧。哦，请进吧，请进吧。好，进就是 to enter， 请进吧。你们看，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快进来呀！来，你们看，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快进来呀！你们看，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快进来呀！好，你们看，就是你们瞧，看就是瞧，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客人就是 guests， 有客人来看你们了。这个看就是 visit， 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快进来呀。好，进来，进 to enter， 进来也是 to enter。好，快进来， come in quickly。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来就是 come， 替就是 replace， for， on behalf of， 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替。替我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替我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Say hello to your parents for me。替我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好，问好就是 to say hello。向就是 toward。好，替我向你的爸爸妈妈问好。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好，替我把杂志就是 magazine， 杂志。好，拿进来，拿就是 take， 拿进来就是 bring in。 好，那我再来读一遍，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哎呀，我的脖子有点痒，来替我抓抓好吗？好吗？哎呀，我的脖子有点痒，来替我抓抓好吗？好吗？哎呀，我的脖子有点痒，来替我抓抓好吗？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哎呀，那我们在说哎呀的时候呢，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会说哎呀。For example, I can say， 哎呀，我忘了做作业。哎呀，我忘了做作业。I forgot to do my homework。 哎呀，我忘了做作业。好，我的脖子有点痒。好，脖子就是 neck， 脖子。好，我们可以说长颈鹿的脖子真长。长颈鹿的脖子真长。 The giraffe's neck is really long。 长颈鹿的脖子真长。好，我的脖子有点痒，痒就是 itchy， 痒。
好，有点儿就是有一点儿 ，a little bit。我的脖子有点痒，来替我抓抓好吗？好，替，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好，替我抓抓好吗？抓，抓就是 scratch， 抓，谢谢 ，thank you， 谢谢。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啊，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好，那这个让就是 make, let。好，那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表演，表演就是 to perform。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表演。表演 can be a verb or can be a noun。 好，那我可以说他今天的表演很成功。他今天的表演很成功。 His performance today was very successful。 他今天的表演很成功。成功就是 successful。 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好，就是前天，前天就是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迷路，迷路就是 get lost， 迷路不知道怎么回家，就是迷路了。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啊，原来是你们救了他呀。啊，原来是你们救了他呀。啊，原来是你们救了他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原来，原来就是 turns out to be originally， 原来，原来。好，我可以说原来她是你的姐姐。原来她是你的姐姐。It turns out that she is your older sister. 原来她是你的姐姐。啊，原来是你们救了她呀。好，我们来看一下救。救就是 to save。救。好，我可以说农夫救了一条蛇。农夫救了一条蛇。The farmer saved a snake.农夫救了一条蛇。好， the measure word for 蛇 snake is 条。好，农夫救了一条蛇。啊，原来是你们救了他呀。那只小鸽子我特别想他。那只小鸽子我特别想他。那只小鸽子我特别想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只小鸽子我特别想它。特别，特别就是 especially， 特别想它。好，想 it can mean to think, to miss。 在这里这个想是 to miss。 我特别想它。想，好，我可以说他很想他的家人和朋友。他很想他的家人和朋友。He missed his family and friends. 他很想他的家人和朋友。好，那这个家人 family members， 家人，他很想他的家人和朋友。可惜他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可惜他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可惜他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可惜。可惜就是 it's pity， 可惜，可惜。好，我们可以说可惜他今天太忙了，不能去看电影了。可惜他今天太忙了，不能去看电影了。It's a pity that he's too busy today to go to the movies. 可惜他今天太忙了，不能去看电影了。好，那我们这个可惜
可以放在句子的前面。You can put before the sentence or after the sentence. 他今天太忙了，不能去看电影了，很可惜。可惜他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好，那受伤，受伤就是 get injured， 受伤，不能表演了，不能就是 not be able to 表演 perform。好，那我再来读一遍，可惜他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叔叔，让我替他养伤好吗？好啊。叔叔，让我替他养伤好吗？叔叔，让我替他养伤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叔叔，让我就是 let me， 让我替他养伤，替就是 for， 好，替他养伤。好，我们看一下养伤，养伤就是 recover， 养伤，好，养伤，他的腿受伤了，现在他在家里养伤。他的腿受伤了，现在他在家里养伤。Her leg was injured, and now she's recovering from the injury at home. 他的腿受伤了，现在他在家里养伤。好，那受伤是 get injured， 养伤 recover from the injury。好，让我替他养伤好吗？好啊，给你。好啊，给你。好，好啊，给你。给你就是 give it to you， 给你。太好了，太好了 ，That's great， 太好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生词。瞧，瞧，瞧，小鸽子回来了。瞧，小鸽子回来了。不是，而是。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大概，大概，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跟上，跟上，准，准。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客人，客人，有客人来看你们了，有客人来看你们了。替，替，杂志，杂志，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脖子，脖子，我脖子有点痒，我脖子有点痒。表演，表演，前天，前天，迷路，迷路。叔叔，可以让那只小鸽子表演一下吗？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叔叔，可以让那只小鸽子表演一下吗？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原来，原来，就，就。原来是你们救了他，原来是你们救了他。特别，特别，想，想，特别想那只小鸽子，特别想那只小鸽子。可惜，可惜，受伤，受伤，可惜那只小鸽子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可惜那只小鸽子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养伤，养伤。叔叔，让我替他养伤好吗？让我替他养伤好吗？好，那现在我来读一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瞧，小鸽子回来了。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哦，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吧。爸爸，我们快跟上它，准能找到小鸽子。请问你们找谁呀？我们找小鸽子。哦，
请进吧。你们看，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快进来呀。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哎呀，我的脖子有点痒，来替我抓抓，好吗？好吗？谢谢。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啊，原来是你们救了它呀。那只小鸽子，我特别想它。可惜它受伤了，不能表演了。叔叔，让我替它养伤，好吗？好啊，给你。太好了。好，那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下问题。回答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小鸽子回来了吗？小鸽子回来了吗？对，小鸽子没有回来。这只大鸽子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小鸽子没有回来。这只大鸽子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好，第二个问题。鸽子可以表演什么？鸽子可以表演什么？就是叔叔的鸽子可以表演什么？好，鸽子可以替叔叔拿杂志。叔叔的脖子有点痒，鸽子还可以替叔叔抓抓。好，鸽子可以替叔叔拿杂志。叔叔的脖子有点痒，鸽子还可以替叔叔抓抓。好，那第三个问题。谁前天救了迷路的小鸽子？谁前天救了迷路的小鸽子？对了，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救了小鸽子。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救了小鸽子。好，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小鸽子不能表演？为什么小鸽子不能表演？对了，因为小鸽子受伤了，因为小鸽子受伤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That's for today. 希望你喜欢。I hope that you like it.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future videos. 好，谢谢。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